推动两岸年轻人彼此交流是我们这一代最为迫切的任务。我希望由我这次这次的旅行开始踏出第一步，让两岸年轻人重新恢复交流。这让我深深感受到，我们真的应该要多为他们做些什么。除了推动两岸年轻人更密切交流，也要帮忙他们解决各种实际上关切的各项问题。两岸的青年有着共同的血脉啊，共同的文化，然后共同的愿景，然后都是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也是希望我们新时代的青年能够继续的去加进这种交流，然后把这种骨肉相亲血浓于水的感情进一步的融合起来。其实在座谈会开始前，我就和旁边的小伙伴我们聊了一下他们这次来大陆的行程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啊，我能够感受到我们其实有着相同的这种家国情怀，然后我们也有共同的奋斗目标，那么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同学能够来到大陆，然后我能和他们能成为朋友。